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！今天我们慈爱的父神等着要来造访您。今天当我们 QD 的时候，把时间分别出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会经历到神奇的神亲自来造访你，他要将他的心意向你显明。何等的宝贵！这段 QT 美好的时间，愿神亲自对你说话。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：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或者他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，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，也未可知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，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聚集众民，使会众自洁，招聚老者，聚集孩童和吃奶的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离内室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，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。为何容列国的人说，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在今天约珥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，先知约珥接续了前面的话：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，谁能当得起呢？紧接着他将神的心意说明了。是的，看样子战争是无法避免，如此的猛烈，仇敌如此的强盛，毁灭似乎已经来到成为定局的光景，还有转圜的余地吗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心意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撕裂心肠。耶和华说：虽然如此，虽然看样子似乎毁灭已成定局，然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在神还给我们寻找他的时候，神说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是真心的，不是外表只是守一个节、一个严肃会、一个聚会。神要的是撕裂心肠，真实的刻苦己心。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光景如同浪子一样，也许我们仍然在聚会，仍然稳定的是一个在教会甚至于服侍的信徒，但是不知不觉我们的内心被许多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所充满。我们虽然嘴唇是尊敬主的，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。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外表，是我们的内心。是否我们虽然口称耶稣为主，
心里却是时常任意妄为，放纵自己。求神光照我们，是否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，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与世俗妥协？我们心中所最爱的是什么？神说爱世界、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当我们说我们渴望社会转化，但是神首先要说的是，教会，神的儿女，把心归向我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仿佛听见父神语重心长的、发自内心的呼唤着我儿，当将你的心归我。是的，让我们不再远离神，不再做属灵的浪子，让我们在神呼吁我们的时候快跑回转来归向他。我们慈爱的父神，他不愿意施行审判，他等待要向我们施怜悯。今天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后悔。神真的会后悔吗？先知约珥揣摩父神的心意，他说，耶和华神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或许他转意后悔，留下迂腐。后悔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改变心意。神真的可以可能改变心意，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在神呼吁我们的时刻顺服他，回应他。神呼召百姓在锡安吹角，吹出大声，召聚百姓，宣告严肃会，呼吁全国的百姓，不分老少，甚至于新郎新娘，都要出离洞房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谦卑自己，悔改哭泣，来寻求神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，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。神一再地说，他的心意并不是要降灾。蝗虫的灾害，遍地的灾害，这绝对不是神的本意。神发出警告，是为了呼唤他的百姓，赶快回头。借着吹角，吹出大声，神发出警告，就是现在，不要再迟延了。赶快来到神的面前，谦卑自己。是的，我们需要向神悔改，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高傲，我们抵挡神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天若听见了神的话，就不可以硬着心。愿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听的耳，有受教的心。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你是我的父，
我相信你是爱我的，只要我诚心的、谦卑的回转来到你的面前，浪子回头，你都可以伸开你的双臂来拥抱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首先我们向你承认，很多时刻我们的心是远离你的，我们嘴巴虽然说我们爱你，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有许多所追求的世界，那些的偶像，有形无形的不讨你喜悦的事。今天我们愿意撕裂心肠，一心来归向你。我们承认，主啊，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求你来到我们的心中，做宝座掌王权。我们要把一切的主权在此时此刻都降服于你。我们要说，唯有你是主，我们认定你是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是我们家庭的主，是我们事业的主，是我们财富的主，是我们一切所想望道路的主，你是我们国家社会的主。我们恳求你来做王掌权。主啊，是的，当我们认定你是主，我们宣告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感动我们，谢谢你悦纳我们向你的诚心的悔改，垂听我们诚心在你面前的祷告。愿主在禁食的日子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彻底的全心的归向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